整活成功。赶脚整不活了。查尼巴拉，别慌别慌，整得活整得活。到，看看。好像还可以，果牌，我为了过牌已经丧心病狂了。解不掉吗？哎，莫名有一种弱者的气息。但是对面快到吸血回合了，对面抽到门了，对面还在怒火，OK。坐下，下一回合是奇数，我的大爷！我想想看，奇数也不是不行，直接可以开啊，偶数最好。这边九张牌不可能去腾牌过牌的，我要整成功了，朋友们啊！对面踹死不会的，对面会打吸血的，打一三，打一三 ，OK， 我硬币过牌可以的。减三减四也不是很厉害，说实话。时间紧迫，少了一个，你解吧。天知道我们会发现什么样的大事。应该少出一条鱼的，那你握条鱼呢？朋友，这话说出来好像不太对哈。你有想过握一条鱼吗？我满血斩，时间紧迫，哼哼，哈哈，整活成功，
OK。那这样，我再戳一把刀。还好，对面不能动我脸，谢谢。我没有一个八不厉害，哎呀，那还行，我把怪送掉了。谢谢大，谢谢。十一费有狼人啊，你好啊，等一下你就好不出来了，可能说你好，等一下你还能笑得出来。还行，他应该肯定会来解我，交那个一费打二的牌来解我。嗯，手牌有点尴尬，这刀不能再砍了。
完了，我还是要砍这一刀，因为我要打一个撕咬。这把好像有点卡手吧。跳费萨，谢谢啊！你有自然，我也有自然法术。对面过牌，到什么歪瓜裂枣？下回合我变身了，变身完了六加三，是不是看到了一点点机会？打六可以，打六就先不六加三，不能拒绝一个打六，也不一定看情况。我怎么还没有来先知先觉？抽不到先知先觉，我有点烦。解毒吗？下一波如果有先知先觉就打过牌，没有就六加三。不然这个场面是真的有点弱，这应该是要亵渎吧？你休想通过这里！呜，不行，这个场面吃亵渎真的有点蠢。到，可以，可以，谢谢。这没用啊，这如果抽到的是消耗生命值就厉害了。但这个场面不是完美亵渎吗？这个王宇一撞一个二，一二撞到上面去的话是四五六，差一个三，那个一杠一就有个三了呀。我跟你说，进化六费的牌比七费的牌稳定，所以为啥不用带那个一费进化？因为那个牌就是坑。天知道我们会发现什么样的大祸。三八五八了，他没打过血誓吧？当我们脱壳而出，你心跳将会停止，我们的地穴在深处。时间不够。哦，这两张牌都不是找的。这什么探底？最后用不了，
我是不是要赢了？对面爆发就剩一个八杠八了呀，和一张血誓。刀可以挂，先别砍。这场面没有必要交衰变的，很好了。对面任务快做完了，应该没几个随从了。让你尝试一下异异的滋味儿。任务做完了，打吧兄弟，我只是个爆炸。三、二、一。你休想通过这里！哎，你这人很没意思。这值多少钱？给你脸冻上，你这人就没意思了。这不打吗？我有一堵墙，扎实。这个萨满居然能赢，哎，你说，但凡现在天梯输给萨满的是什么心情？我给对面显示了，万一对面问候了。累了，他来得好早。元素之名，这值多少钱？这值多少钱？大错，我今太晚了，我必须服从。基数。别笑过分，什么素质？哎，我怎么玩萨满都能玩得这么脏？哎呀，这萨满好像有点好玩啊！